只要一句话形容自己，坚持可以走更远。家人、朋友、感情、事业、生活，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？绝对是家人，再来是感情，再来是朋友，再来是事业。哎，事业最后一个。还有一个生活。哦，生活最后一个，生活最后一个。你平常喜欢吃什么料理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。有具体的东西吗？具体东西的话，可能就是像好吃的东西。<笑>最喜欢哪一个 YouTuber？ 老高跟小梦。有曾经打过工吗？有打过很多次，有在珍珠奶茶店为了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去那边打工。最喜欢哪部电影？最喜欢的是《复仇者联盟》第四集。如果世界上有任何动物可以让你选择，你最想养什么动物？我想要养狮子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狮子它有一个王者的气息。自己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糗事、很好笑的事情过？我发生的糗事还蛮多的，是我常常会出门的时候，我应该穿皮鞋，我穿成布鞋或者球鞋。最喜欢哪一个 bar？ 台北的小后院。如果你是一种酒，你认为你是哪一种酒？我应该是一个单一纯麦威士忌。最想念纽约的什么？最想念纽约的城市的氛围，还有 Hudson River 上那个海风吹过来的感觉。访谈结束第一件事情最想做什么？最想做的是请各位喝赞助汽水。谢谢。好啊，谢谢。